喂喂喂，美女你好。喂，啊啊，你好久了，你给我整个行程表呗。你预算多少啊？4000左右吧。啊，你要什么极限？要个狮子红楼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是可以，就卡丁的那种，可以不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那你对城市什么其他没要求吧？还是？没有要求，我就要零售岗。那没问题，那我现在在市场这里，等会找到之后我电话联系你啊。可以。好 ，Later，Hello， 美女，你要的14 Pro 给你找到了，有两台，一台是黑色，一台金色。黑色这台电池高一点，100%，你看可以不？我直接拿那个电池高的给我看一下颜色吧。那就拿黑色的咯，这个城市可以，边框什么的基本上没什么磕碰划痕，屏幕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流畅。你要的灵动岛功能上也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回去之后还会进行上车的质检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这个多少能拿下呀？我们来货就3900嘛，就收个跑腿费4099给到你了。可以啊，能不能给我昨天配件？配件的话，这个肯定有的，有壳膜充电器，然后还给你多配了个耳机。还有个耳机，那么好。对对对对。能不能快点发货呀？可以的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发出去的，怎么样？行，我等你哦。好，行，那就先这样。